赢家已诞生，恭喜这两位获得本店中青亭。我的天哪，我们终于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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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人间的姻缘祠，这个叫同心锁，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。 就代表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，许多相恋之人都会来这里祈福。挂这吧。挂这个。这上锁喽。 孔雀王设宴为众仙洗尘，小师叔你不去，偏跑来这里自己找酒喝，这多自在啊！主要这白鸟倒的酒也不好喝，还不如我家阿英自酿的梨花酿。这个老小娘臭丫头，哎，等等，你怎么把殿下最挚爱的雀羽灯给换下来了？ 这可是今年七巧雀羽仙路上寻得的稀罕物件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雀羽灯，雀羽灯，啊，那人送拿雀羽灯，我就跟他对质。华叔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？阿英果然没有骗我。我十念之念，诬陷迷局，还因此让阿英平白受尽委屈，真是荒唐。
师兄，阿静，快撤了这点伞的结界，放我们进来。快让我们进去，阿静。叶爽。他们是我大泽山师妹阿英，还有灵狐阿九，还请华叔殿下关掉结界，放他们入内。我们大泽山的遮天伞为何会变成百鸟岛的结界？虽说我们大泽山是仙界巨部，不过半神的法器如此珍贵也不过几件。俗话说得好，有借有还，我们借出去的宝物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，这如何是好？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以后仙界他人有难，谁还敢出手相救啊？阿姨，这遮天伞我已经送给华叔了，从未有不还一说。从此之后，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，一切功过荣辱皆归于百鸟岛。你是不是昏头了啊？就为了向百鸟岛提亲，师尊给的神器你都不要了？小师姑你别乱说，刚刚你没来的时候，蓝风帝君已经当众向华叔殿下求亲了。蓝风帝君？愣着干嘛？快去道贺。那就恭喜蓝风帝君了。这华叔公主呢，美绝三界，德才兼备，四海皆知，如此甚好。那就望蓝风帝君和华叔公主能够配得良偶了。多谢小女君吉言，若是华叔公主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娶，我自会告知诸位仙友。华叔之前的无心之失，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，就莫要再计较。古今仙君又有何事啊？孔雀王，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，你与英王可是签了十年休战之约？没错。古今建议十年改为百年，如何？古晋仙君，这是孔雀族和鹰族的私事，你大泽山威望再高，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？华叔殿下之前来大泽山接遮天伞时，可未说过这是两族私事。十年之期如此短暂，若是十年之后两族再起纷争，这鹰族定然不是遮天伞的对手。我大泽山本有门规，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，但因我私自出借遮天伞而导致鹰族战败，我必须要负责任，还望孔雀王给我一分薄命。若本王不答应，若百鸟岛不愿立下这百年之约，十年之后两族再有纷争，我大泽山定会为了鹰族拔剑而战。仙界的安宁高于一切。好，那本王就答应你，百年之内北海之上再无纷争，帝君和各位仙友为本王作证，本王一诺千金，绝不反悔。孔雀王莫怪，方才是古今僭越。诸位仙君请留步。古今仙君，我家殿下请您停内一叙。
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若是不乐意，刚才就让他别去嘛。我哪有不乐意？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，并不是痛症发作，而是他约了别人。什么约了别人？别乱来。什么叫我乱来？我真的看到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想来我对华叔只是少年时的爱慕罢了，而我对阿英真的是看到他开心我便开心，见到他难过我也会难过，这到底算什么呢？糟了，阿锦定是还有念想，被我们这么一闹，在众人面前让华叔下不了台，倒是断了阿锦的后路了。阿锦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在你还没准备好，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，丢了面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什么？我哎，是我让阿英和燕爽去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说这干嘛？阿英与阿九，莫不是？我怪你们做什么？瞧你那不开心的样儿，那我补偿你吧。陈敏不是和我们说幽冥界有棵梧桐树吗？我知道一个不用上君资质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在人界的长安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，虽然有规定上三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，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影响人间，就不会遭受天谴了。当真？切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欠凤凰那一命的又不是我。也算是个法子，我们试试。嗯。哇，好森严的戒备啊。你闻到了吗？什么？很臭的味道。拿着。这什么？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。什么意思？牛粪。快拿着。哎呀，一人一个。这些乌鸦的眼睛好诡异啊。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来人界收集最恐怖的噩梦，再用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，因此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，不会被察觉，极其隐蔽。阿九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些都知道。这算什么，我知道的事可多了，你要想听我以后慢慢讲给你。还有别的？来了来了。我也知道很多。哎，快点儿。
快进入结界了，坐稳。长这个样子，我还以为幽冥界都是阴森森的，没想到还挺不一样的。这幽冥界甚难进入，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又如此苛刻，数万年间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，这传闻自然也就不实了。从这里过去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，走吧。啊，走。凤影仙人就在里面。三位请止步。在下大泽山古剑，特来拜见幽冥王陛下，烦请通报。原来是古剑仙君，实在不凑巧，陛下今日不见客。今日不见客。好，那我们明日再来。哎，古剑仙君。陛下明日也不见客。为何明日也不见客？真的想见幽冥王其实也不难，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。大泽山古镜见过修炎楼主。我与你师尊有过交情，这礼我也受得起。这位灵君的内丹竟如此残破，换寻常仙君早已殒命，可他外表看起来却并无大意，真是奇怪。这修炎楼主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怕是他的灵力已经接近半神，此等人物为何从未在三界中扬名？小姑娘，你对我的胃口，要不要留在幽冥界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保你活千岁万岁，享一辈子福。哎，你做什么？糟了，阿英在为他输送灵力。不可，现在若有外力打断，恐损阿英性命。灵力还给我了，小姑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但无功不受禄，如此珍贵的东西，还是用在别处吧。休想！我们是不会拿此换令牌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单纯对这小女君感兴趣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个棘手的差事，可以交给你们。我幽冥界的三生石失踪落入了人间，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寻回，便可以来我这里换一枚特等幽冥王会客令。但如若无法寻回，我便不想在幽冥界再见到诸位。三生石
阁下可有线索？这人界这么大，没有线索，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是啊。阁下不愿回答问题无妨，阁下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放心，我们会把三生石带回来的。去哪儿找？你们也交流，先走。听我的，先走。这么大的人界，要上哪儿去找三生石啊？我早就看出来，这修炎不是常意帮我们的。不过好在，我早有准备。这是我在离开幽冥界时搜集了一些三生石散落的灵力，在城南。阿静，你这小脑袋瓜开始变聪明了吗？没大没小的，什么叫开始变聪明？一直都很聪明。走吧，阿姨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哈！哎，阿娇，阿英，马车跟画本里一模一样，我一直都想坐这个。上车吧。小心啊！哎，你牵马去。我牵马？凭什么呀？就凭这是我买的。人界的规矩，谁付钱谁老大。牵马的怎么停车了？肚子还舒坦吗，少爷？我从幽冥界收集的灵力太少了，只能指引到这儿。不过三生石应该在这附近吧。这破地方哪里像有三生石的样子啊？阿姨，你用鹰眼石看看能不能化验爽出来。来了，燕爽，这个鹰眼石果然好用。我正好领了人界令牌，为我父王在人界办点事情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使用鹰眼石了。你此前说要去无极洞探寻，可有下落了？无极洞内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哎，算了，不提此事了。你们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想让你帮忙找一下三生石。龙神，龙神，我等来给您献上祭品。请龙神笑纳。没事吧？
那骄傲呢？他取酒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三生石呢？看到下落了吗？我找了一圈，没有发现。这个龙头雕塑在这里，倒是显得特别突兀。他可能做梦都想变成龙。没那么简单。怎么，嫁给我，不害怕吗？龙神，请。跨过血脉这道门槛，我要化龙。
我就用你们俩的灵力来助我晋升。四季轮转，万年如梦，风起尘埃，思念尘埃。笔墨浓淡，往事成墨染，举一捧过往青灯幽暗，昔时旧容颜。昔时与回首之间，叹杯将轮转，叹三生不还，叹此路迢迢，心意相伴，盼一生圆满，盼来世情长，盼花开花谢在弓上，与你生岁岁朝朝。刚才我用主仆器感应你，为何感应不到？可能是因为灵灯法阵。不对，主仆器好像真的解了。啊！我试试。好像真的解了，我再试一下。你不用试了，是真的解了，我感受得到。为何？因为阿姨，叶爽，糟了，三生石。三生石被我捡到了，反而好无损。哦，对了。你方才想跟我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受伤了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还等吗？行了行了，天都快亮了，赶紧回客栈休息吧。走，阿英，佳云载你。啊。惊喜要告诉你。
没有主仆气就是好，再也没有人能管我了。能找到凌云山，我们就在那儿开建仙府，以后你就是有家的人了。以后我就是有家的人了。当初在九渊，你不是说要早日解开主仆气，恢复自由之身吗？原来阿英迫不及待要离开我，他只想跟阿九一起去找凌云山。阿俊，我今天就辞行哦。阿英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聊几句。嗯。主仆气解了，你就那么开心，那么急着想走？主仆气解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不过，我答应过师尊会陪你找火风仙缘的，所以。所以是因为对师尊的承诺吗？那就不必了。如今主仆气也解开了，承诺便不作数了。那你若是一个人，多危险啊！而且我，如果让阿金知道我的想法，会不会更不想我留下？你什么？我是你师妹嘛？怎么说？我若是走了，显得太不仗义了。师妹。那我岂不是跟贤善贤珠师兄没什么区别了？我果然比不得阿九。那就算了，我要是真的遇到危险，师兄们会保护我的。你去吧，明日我就不送行了。他只怕是视我如累赘，一解开主仆气，就着急想要赶我走。不送就不送，那就各自珍重吧。好啊。古静没在，你告诉他就好。我和阿英准备去找凌云山了。凌云山，我警告你，别跟过来啊！哼，本殿下也要回樱岛了，好吗？谁有空跟着你啊？走吧。正好跟你说一声，你过来一下。阿英是我道泽山的师妹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怠慢她。这还用你说？我自然会护好他。还有，他喜欢吃绿豆糕，你要记得给他买。知道了。还有，他喜欢喝酒，偶尔会有些失态，需要有人照顾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找到凌云山了，第一时间让我知道。还有事没？没了。还要最后一件事。三生石，快追啊！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没找到。再找找吧。本姑娘在这儿，你们还想去哪儿找啊？你。
你就是三生石。是啊，本姑娘虽然感谢你们从逍遥手中救了我，但我还不能回幽冥界。为何？当初我离开幽冥界时，可是发过毒誓，要是我不能成为给半神牵红线的天地月老，我是不回去。给半神牵红线？你们俩先前有主仆契，是万万不能相爱的。现在主仆契被强行解了，也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。所以，只要你们愿意帮我的话，最快一天，我就能完成任务啦。但是姻缘乃是人生大事，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不用当真的，只要完成既定的仪式即可。什么仪式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只要做这些假扮情侣，并不需要真的对对方有感情？嗯，好了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加油。那咱们开始行动吧。嗯，走。等一下，我的卷仙路不在了。卷仙路？什么是卷仙路啊？就是阿英的心仪男仙君。阿娇，不准说。怎么了？就许你们男的惦记这个惦记那个，我们女仙就不能有选择权利了？我说什么？阿英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走，我帮你去找。可能是方才跑过来的时候，在路上丢了。我们原路返回，找找吧。不用了。我是说你们不用去了，我跟叶爽去找就好了。你们不用来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怎么能分开？走。我们分头找吧。记得就是在你喜欢谁，我无权干涉。拿好了，下次别弄丢了。那臭狐狸有什么好的？不对啊，那不是阿英的字，那不是阿英写的。看你卷仙路上写的人，没有一个比我帅，就想着提醒你一下，怕你错过最好的风景。你，好吧，好吧，我错了。那，你能保留我的名字吗？不能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改，旁人是会误会的。谁误会？难道是古静？别忘了，你可是和他没有。我跟他的主仆契已经解开了，现在没有主仆契能管我了，我想写谁就写谁，你也不必担心了。那，难不成那上面原本排第一的名字是我的？果然我才是阿姨心目中的首选。阿姐，其实那个卷仙路，阿姨啊。
我记得你说看完画本之后很想吃人间的美食，对吧？跟我来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是什么？您听，迎娶这只巧匠特制的竹蜻蜓啊！全天下竹蜻蜓，谁想要？还有谁想要？赢家已诞生，恭喜这两位获得本店竹蜻蜓。我的天哪，我们终于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赢了，多差一点，哎呀，这里是人间的姻缘祠，这个叫同心锁，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，就代表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，许多相恋之人都会来这里祈福的。挂这吧。嗯。嗯。挂这个。再上锁喽。古君，啊，阿九，燕爽来。一日期限将至，快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。完成的不错啊。
要催熟果子，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，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，所以成亲是催熟炼缘果最好的办法。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，是不是不大好？你别担心，只要换上这个衣服，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又没有三书六礼，这都不算数的。哎呀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帮我拿下。哦。阿姨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很适合你，这个送给你。你把它买回来了，喜欢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怎么还受伤了？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货，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，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，没什么的。自己搬的？对啊。其实一个竹蜻蜓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。怎么不值得？你那么喜欢它，我就想把它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。三生石都说了，这都不是真的，所以不用去。阿姨，虽然成亲是假的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这是在演戏，对吗？阿姨，你在卷线路上写的第一个人是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我搞错了喜欢这种感情，直到在百鸟岛上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我想看到戴上炫星凤冠的人是你，阿姨，我喜欢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你愿意吗？你说你喜欢我。你没听清啊？那我再……我听清了。那我的聘礼，你愿意收下吗？见了月光。
终于有机会成为天地月老了。是他们的红线断了。贤竹，贤竹师兄，不可能，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相好，而且那个婉月，仙界里没有这好人。这是一对仙凡恋，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，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。难道是？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？糟了，他们要接受天罚。天罚？贤竹的仙寿原本未尽，但他偏偏要用这仙缘擅闯我幽冥界，扰乱我界规矩。他这不是找死，是什么？正巧我要的东西就在你们身上，如果你们同意交换，今天就可以带走凤隐的仙缘。我们身上？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凝兽一半的内丹灵力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乃是她的寿命，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做交换。一只小小水凝兽的一半寿命就能换凤隐的两分仙缘，这买卖怎么都不亏吧？两分？不是一分。阿金，如果我们有了这两分仙缘，那凤隐的仙缘就有六分了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阿金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算是拿宝物换，也得凑千年呢。到那个时候，凤隐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，你就听他的。阿姨，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做出任何牺牲。不是，别说是五十年了，哪怕是一天一刻都不行。倘若他今天是要付出我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凤隐的回归，我在所不惜。但他要的是你一半的仙缘，这代价我承受不起。我不同意这笔交易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只有治愈的功效，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，对吧？那修炎楼广纳各种奇宝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，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。我愿拼尽全力去三界收集奇宝，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。但你若是想要用阿英的灵力来换，我绝不答应。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先做到再说吧。贤竹已在殿外候着，若各位没什么事，就赶紧滚吧。贤竹师兄，哎，跟你说，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，你们别介意啊。有空的时候多来幽冥界找我玩。嗯，好啊，只要幽冥王不撵我们就行。嗯，三生石，你之前说喜欢的那个半神，不会是敖歌陛下吧？嘘。哦。阿姨，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。低阶水凝兽的治愈力不堪一用，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。原来是清池宫掌宫神使红绸大人驾临，在下有失远迎。见过红绸大人。没事吧？
此乃清池宫的安魂丹，可修复贤竹仙君仙元离体之伤。贤善替大泽山谢过神使大人，谢过神使大人。师叔，多谢神使大人赐药。可请古郡仙君出门一叙，我与仙君有要事相商。婉月姑娘应是早就预料过结局了，但她说不悔，是不悔跟贤竹师兄相守相恋过，也是不悔为此做下的决定。姑娘和贤竹师兄谁最可怜？是已经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的婉月姑娘可怜，还是眼看所爱消失又无法挽回的贤竹师兄？我只知道婉月姑娘虽说她不悔，但贤竹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煎熬一生了。但如果再给贤竹师兄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婉月姑娘再拼一次，再赌一回的。我是真的搞不懂这些三言的界限，除了让仙族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？是啊，仙竹师兄在幽冥界寻找婉月姑娘的时候，该多同情几手。阿印，我那时就在想，我想守好我想保护的人。你还记得被三生石牵线那晚我说的话吗？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契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我们明日就去衍天殿结契，好吗？长夜风轻轻，我愿意。阿姐你放心，我定会护航你，守好你。如何不思量，心红尘中似是轮转，有你我同赏，在虚言荒凡尘寻常，只想和眼上看月亮。
三界全书，仙界守则，仙界契约全收录。主仆契。姻缘契，契金风玉露之缘，结同心永伴之愿，红线绑定，终身姻缘结成契约，是为姻缘契。姻缘既成，互为仙侣，扶持相伴，大道永共。也没说什么细节，要不要算时辰呢？那要该怎么装扮啊？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，竟然没有讲究？穿什么衣服比较好？嗯？红绸大人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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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兄，发生了何事？红绸姑姑为何在此？小神君莫恼。红绸提及忘忧仙果，可助仙竹康复。阿音就同门心切，便要冒险一试。阿金，仙界山崖突起骤风，阿音不过是受了些震荡晕了过去，醒来自当无碍了。姑姑明知阿音仙力少见，为何还要告诉他这些？难道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发生吗？红绸赤诚真心一片，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，愿小神君惩处。阿姐，小神君，我已给阿英打上我的回忆，如若她遇到危险，我会护她周全。小神君何等尊贵，竟为了一个仙兽不惜损伤自己的身体打下。红绸姑姑，我对阿英的心意，护她周全的决心你应该都清楚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阿姨，阿姨，忘忧仙果呢？忘忧仙果还在，仙珠师兄也会没事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嗯，我会好好休息的。明日还要跟您去节气呢。那还不好好睡觉？嗯。
想把它当做我的聘礼，送给你。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妾，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我们明日就去衍天殿解契。我愿意。 这情思竟这般坚韧！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？ 起吧！哎呀，起床了，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啊？起来，起！阿姨，你大清早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没喝酒。你没喝酒？ 我昨天晚上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嗯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今日你要跟我去结契，心里呢有一些紧张，所以才喝酒的，对不对？结契，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泽山的缘分所在。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契。 正是机缘所致，不仅对古晋，对你也有益处。眼下，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。阿燕，方才我用主仆契感应你，为何感应不到？主仆契，好像真的解了。阿燕，嗯，你真的想跟我结契？你不后悔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 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是好好打扮一下，跟我搭配一下。结个契而已，搭配一下，这么隆重。 小心啊！来，来。
走吧。走。喂。心上如何不思量，猩红尘中思绪轮转，有你我同赏，在虚掩荒凡尘寻常，只想和你长上看月亮，依然故事无端等候，温柔不一场，总是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，跟男生相处要懂得分寸，知道吗？文宇，你要什么分寸啊？那你啊，还是个未经世故的小鲜肉，走吧，办正事儿。你等等我。开始了。就这样开始了。嗯，资源节气不难，而且节气之后你的水凝兽真身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，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仆气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。等等，不是主仆气，是姻缘气，开始吧。什么姻缘气？姻缘气其实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，你最近话本子看多了。我清醒得很，是你酒还没醒吧？今日来结的是姻缘气，不是主仆气。我根本就没喝酒，你怎么了，阿音？什么姻缘气啊？是你说你喜欢我，带我来结姻缘气的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，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，跟男女之情有很大的分别的。我们在人间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说是亲人之情，并非男女之情。在人间？哦，那不是我们为了帮三生石牵过红线假扮的吗？好，那你如果说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，那你亲我呢？我亲你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陆阿姨，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轻薄之事于你，我向你道歉。阿姨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们不能这样的，你冷静冷静。我不相信，阿金，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？阿金，大泽山的弟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，冒冒失失的闯入小神君的房间，你有何解？小神君，他的每一次晋升，真神的血脉对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深，对三界的眷恋也会越来越紧，所有的私欲情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，你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，何必纠缠？公公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小神君息怒，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，纠缠于你也困扰于你，与他也百害而无一利，所以就言明了您的身份，希望他能知难而退。所以，你真的是小神君？阿姨，我不是刻意要瞒你，只是一贯如此。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难免会有所顾忌。
我也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，阿英。阿英，来。上次你拿回凌云山残土，我们便带着风铃犬凭残土而寻，终于找到凌云山的下落了。便在此处。凌云山一直藏在仙妖边界的幻真林当中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凌云山了，谢谢掌教师兄，我这就出发去凌云山。去吧。对了，师兄，我今日去找阿静，没有寻到他，你可知他去哪了？阿静已经去了天宫，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。他是在躲我。阿姨，阿静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我会的。嗯，那我就先去了。掌教师尊叫我和几个师兄弟陪你一同去凌云山，帮你开荒打理，你干嘛不要呢？你一个人去多无聊啊，也没人照应。谁说我是一个人？这不有阿宇吗？他会陪我的。我去凌云山也是想理清楚一些事情，你帮我多谢师兄他们的好意。嗯，阿九回妖界了，小师叔也去了天宫，你现在也要离开去凌云山了，这大泽山啊，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，一点也不好玩了。阿九回妖界了？就前天，我看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就问他干什么去。他说他本身就是妖族，在仙界终究是待不惯的，哪知他凌云一登，真就这么走了。阿九也真是的，走也不说一声。这里终归不是他的家，但是小师姑，你别忘了，大泽山永远是你的家，掌教师尊也是这么让我跟你说的。也不知道阿英这丫头在干嘛。睡不着啊？要不陪你喝点？明日就要去天宫了，还是清醒点吧。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在人界，古静明明对你那么深情，还总一心护着你。所以你也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，对吗？嗯，不论结果是什么，哪怕他高高在上，我他也总要娶媳妇儿的吧。